哈喽朋友们大家好，感谢关注翡翠玉师傅。我们今天玩一块莫西沙啊，翡翠赌石里面的硬通货啊，就是类似我手上这种，就是一种脱砂的一个冰种原石啊。它已经是一个脱砂了哈。那这个是一个莫西沙的一个偏底层的石头啊，偏黑。那这个石头就赌一个冰飘花。这石头买成价格是15000块，15000块我们要赌啥呢？赌它能不能到30000啊，就翻个倍。其实像这种东西的话，是安全系数是非常高的，因为它是直接能看得到种，就是它的空间啊，比如说是涨多少，或者是垮多少的问题，垮又垮不了多少，涨了可能也就是一倍，就已经是不错的价格了啊。因为市面上我们看到很多这种玩脱砂的，其实它的风险系数是最低的，但是它的空间啊也是不高。对于赌石人的来说话，更喜欢玩一些就是价格弹性更高的石头，就是比如说15000变成150000甚至100000上百万啊，肯定是越高越好。但是你如果是要玩这种脱砂的话，它的安全系数高，但它的那个空间也不会很大，但是它是个硬通货，因为直接谁都行家都能看到价格的东西哈。那今天我们要搏一下这个石头能不能翻倍哈。好，咱们见证这个石头的一个打开的过程。开之前欣赏一下哈，这皮壳啊，莫西沙的底层石，整个是一个脱砂的表现了哈，有一些花的影子啊，这个是一个冰飘花，就是赌棉了啊，整个石头就是赌棉。棉多棉少的问题全部都熟了啊，整个石头都熟了。类似像这种料子开出来会怎么样呢？个人觉得棉应该是很少的，肯定是多少是有一点的啊，没棉的话那就是高冰玻璃种了啊，多少是有一点的，还是相对来说开出来会比较干净，刚味十足，飘花。来，咱们见证一下这个地方啊，打开看看效果如何。这个是没开之前以及开窗过程，开完以后对比一下。开一个硬通货啊，哇，这摸下来就是不一样啊，我开习惯了后浆，然后这个莫西沙的话太硬了，种水之王不是浪得虚名的呀，太硬了啊，看不出所以然啊，左打左墙只知道黑了。这种其实开起来没有一点点那个心跳的感觉啊，不会有太多的出入啊，涨垮也就是一倍啊，就比如说15000垮也垮的，它再怎么垮也有大几千块钱，涨的话也就是理想中的一倍左右吧。其实很多像一些几十万上百万的脱砂哈，它的空间都是类似差不多的，不会有暴涨的潜质，但是它安全系数比较高，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。等我换一个钻头啊，换个粗砂，这个细砂基本上磨不动，还是得戳上来。先看一下吧，还是相当纯净啊，只要没有那种非常非常死的棉，就已经是挣钱的东西了。好，还是看得不所以然，继续做大做强。
是不是大的平安扣已经看到了啊？大的平安扣，冰冰的平安扣。啊，焦焦的，像果冻一样的。然后它为什么有一点点这个黄、绿黄、绿黄的雾呢？就是因为它这个皮哈，看没有？它这个皮的话是有这种底色的，就是皮有一点点黄绿黄绿的雾啊，但是不影响它里面的肉质哈，里面的肉质是白的，里面的肉质是白的，这样子打的话它是有底色的，但是你看啊，往正面上压上去是白冰哈，这是一个白冰，白冰飘花，还是非常纯，一点点小棉啊，等一下用砂条打一下，再修一下。这个是一个，这个料子买的价格就是，你看啊，它这个可以随便切一刀、两刀、三刀这样子啊，每一刀都有一个平安扣，啊，这个平安扣的话，在市面上的话是5000没有问题啊，啊是底价嘛啊，最低啊可以高啊，但是绝对不会低，这种东西啊5000一个啊，平均这上面就可以干到3-4个吧，然后再加上这边还有一些肉是吧，这个料子反正是涨了啊，涨多少呢？还没有到最后啊，我把它再修一修，然后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打一下价啊，看它能不能达到我预想中的30000块，再磨一下。好，差不多了，然后再打一下沙灰，打一下沙灰，然后表面上这一层白雾、白石灰哈，就掉掉了以后就看得到基本的肉质，一个比较正的一个冰种啊，然后有少许飘花，那涨了哈，涨不涨少也是涨啊，打一下沙条。这个步骤的话也就几分钟啊，就这种东西都可以抛光的，直接抛光也没有问题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的墨西沙脱沙冰种啊，是整个行业的硬通货，它在这个翡翠赌石行业里面就相当于黄金一样的。咱们看结果，展示一下，然后再拍几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我们这个墨西沙就开的差不多了啊，一个非常正的一个冰种啊，少许棉，棉已经是很少了，像这个量的话就是一个小涨的状态啊，小涨就是15000买来，像可以值得到接近30000块钱嘛，或者3万左右吧，2万多是没有问题的。很多朋友都说就是你这样子开一个口子的话就赚个18000块钱啊，其实像这种货的话也并不是说天天买得到啊，因为这一件也是老免是要回家啊，然后是亏本卖的啊，所以说才这个价买的。一般情况下这种货在市场上是要2万多2万左右是买得到的，因为这种硬通货都看得懂啊，这个算是一个捡个小漏的东西，整体的话没有明显的变种。皮安扣的话肯定是可以随便取了啊，取很好几个吧，这种起货还是非常棒。好嘞，喜欢翡翠原石的朋友关注一下啊，咱们下期见。
拜拜。